进去吧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滚！你还以为你是曾经那个大小姐？不屑当什么大小姐，更不屑和你有任何瓜葛。要不是为了我的母亲，我……王沐风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是个孤儿，从我被我爸领养那天起，我这条命就是王家的。好了，进去吧，今晚你就是我的了。你不会还在抱什么期待吧？云苏可不会来救你。初香，跟我走。我的母亲还在他手上，我不能走。云苏啊，你的女人是我。你的表演结束了，他是骗你的，跟我走，我明天带你去见你的母亲。云苏怎么会有这张照片？现在怎么办？老爷子已经知道了。知道又怎样？上官家不是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吗？真的吗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王沐风盯着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云苏把所有事情都调查清楚了。王天爷，你出卖我们！够了，收手吧。云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也掌握了你们所有的证据，就等着警察来了。老爷，爸，我可是你的亲女儿啊，你舍得这么对我吗？孝儿不是你的亲人吗？老爷，我就是被他们骗的，都是这个春燕，跟那个王天野，王天野他陷害我的。别再说了，孝儿，老爷子错了。总算有个结果了。爸，云苏，你怎么跑这来了？你跟王天野什么关系？王天野，我跟他不说。撒谎。我找人调查过，这条街之前是你和王天野一起生活的地方，后来被上官家找到机会恶意吞并。按道理来说，王天野应该和上官家势不两立，没想到王天野竟然进入上官家，成为上官红老爷子身边的红人，而你嫁给了上官萧。你们在报复上官家？怎么可能？如果不是我装疯卖傻的话，上官家怎么会放过我？这么说来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。那你说说，上官春燕背后的那个人究竟是谁？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管。云总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请便吧。你非要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，你才能承认自己陷害过上官萧吗？